相见的人已走了，也许从未曾出现过，怎样去接受才是解脱。99年我大学毕业，2001年和在美国的文慧取得了联系，03年他也回国，我们俩就结婚了。当时我就发誓，我要在5年之内给他买一座大房子。结果不到2年我就做到了。又过了3年，我成为了公司的副总，从此我就不让他上班了，成为了一个全职太太。总之，我们过上了我答应给他的那种生活，平安、幸福，有理想，有目标。有理想，有目标，我今天的生活规律而乏味，犹如早已设计好的程序。我甚至下班了，1008，你们家的外卖。我说你们家三天两头都吃这些，腻不腻啊？啊？一共多少钱？拜拜。我有一个小秘密，我甚至已经连续279天，每天9点半准时要收看体育新闻。但是今天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，半个小时以后。我居然会离家出走了。你怎么不穿睡衣呀？回来了，哎，酸奶买了吗？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你请的都什么人？我怎么一个都不认识？都是我的朋友。那你能不能和你那俩朋友说一声？我一会儿还要看体育新闻呢。来，自己跟他们说一下啊。杨总，久闻大名，我是那个黑灯翠酒店，就是神秘树酒店的老板。我那个酒店就在你们家对面，您看，我们那个酒店啊，是这是我第一次在自己居住的城市里住酒店，而且就是在我家对面。我只是想睡个好觉，一次充足的睡眠也许可以神奇地将一切变得精彩而灿烂。哎，张总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经理，上个礼拜的报表你马上发个电子邮件给我。你上次那个 HR marketing plan， 我是昨天出去跟人谈事，一不小心把电话给落在外面。No problem。放心吧，啊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忽然感觉好像缺了点什么呢。Hello，
你怎么来了 ？Hello， 你点的外卖。我没点外卖，哎，是不是送错了？你不想知道你老婆现在在做什么吗？此时此刻，我这才发现，在我收到的24个未接电话、81条短信里面，竟然没有文慧一丝一毫的信息。也就是说，在你睡觉的这27小时45分钟里，文慧压根儿就没找过你，出事了。哎，咱们所有的同学里，坚持到现在还没离婚的，就只剩下你们俩这一对儿。你什么意思？这我们俩呢？7年之痒，红杏出墙。他现在一个家庭主妇，他跟谁出事去？送外卖的，送快递的，呵，保安，保安队长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凡事都有可能，人人都有命。行了，你放心吧，先冰那几天。我相信不超过8个小时，他肯定得满世界去找我，弄不好还要去报警，你信不信？作为一个过来人，我要劝劝你，小杨，不要太自信。我好不容易有今天自由一下，你还不想着怎么安排一下我的生活呀？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尝尝家乡菜。我到底做错什么？他一个电话，一个短信，还连问都不问一下，我这个压根不存在好吗？我老婆抛弃我的时候，我跟你一样，成天的问这个问那个，答案没得到，自己就变成了一个酒鬼，喝得我直肝疼。我以为那叫痛苦，医生说那叫肝硬化。老婆跟了别人跑，大爷变成韦小宝。总之，跳过你的痛苦，进入我的幸福。只是说一句。我就病了，一轮接一轮的发烧，
一场接一场的做梦。可当我醒来之后，却发现周围有一些不易察觉的变化，好像他来过这儿一样。所长，您过来看一下，这个人要找他自己。哎，孙姐你好，文慧有没有来公司找过我？您这是几个意思啊？我就是想来你们这儿查询一下，这些天有没有一个人，有没有一个叫文慧的女人来这儿找过我？哎 ，Maggie 吗？文慧她今天有没有来找过我？那这文慧又是谁啊？我妻子。你是登记在册的失踪人员吗？哎 ，Vivian， 文慧有没有跟你打听过我什么呀？要是你失踪了很多天，她完全无动于衷，你觉得这事儿正常吗？和我结婚的文慧了，我想回家了，但是我想让她把我找回去。
变成了一个陌生、神秘、性感的女人，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。我觉得她已经不再是我的老婆，我觉得我已经彻底失去她。什么叫你失去了她呀？是她失去了你，是你不要她了，不是她不要你，这有本质的区别。杨征，大丈夫，看得远一点。人人都在变，不要以为现在的文慧就应该和十年前的文慧一样，人人都在进步，你的爱情也得进步，加油。把你的嘴闭上，大人说话小孩子插什么嘴？幼稚。你说谁幼稚？你说我幼稚？乐言幼稚？你说我幼稚？我吃的盐比你走的路还多呢。那你敢不敢知道你老婆为什么离开了你？你敢不敢？我管他呢，他我吃的盐比你过的桥还多呢。他就比你强啊，他敢去探究，他想知道，不管结果怎么样。你呢？我想抽你。抽我？你连你老婆去哪儿都不敢知道，还敢抽我？在我真的决定要离家出走的时候，我才突然意识到文慧这些年以来所发生的变化。她已经有了新的朋友，新的学业，新的事业。文慧已经有了属于她自己的世界。可是在同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了七年的我，居然对这一切都熟视无睹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在他离家出走126小时28分钟之后，他终于找到了我。文总，神秘树酒店的客房出租率这个月增长了30%，这是这个月的财务报表。放在我桌子上的药不是你买的。你的胃暖暖的吧？你想知道你老婆现在在做什么吗？在神秘树呢开了间房，
次约会是在2006年春天，一起去玉渊潭看樱花节。是我先表白的。你终于承认了哈。我追的她。好吧，那我愿意做你女朋友。别分手，其实大家在一块儿的时候，你会经历过很多东西，等你经历过去以后，你发现这些东西也就无所谓了。这个月的17号我们俩就是第8年，12月24号的时候就要领结婚证了。所以我们希望呢，能够把这份感情，这份爱情一直继续到我们的中年晚年。吵的时候也会就特别心疼，然后就想想还是不要吵，我们还是要好好的，还是要一块儿在一块儿，以后跟着你混了，混不好还都是你的责任。然后他坐在我前面，我想这个孩子长得可真好看，我就给收了，我回家当老公。毛主席怎么说的？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就是耍流氓。我们当年没想耍流氓，就是想结婚。有了宝宝了，主要是为了孩子。现在完了，希望生活以后能过得更好吧。提那干啥呀？其实彼此相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我还是蛮感谢他的，我们俩认识有22年，谈朋友有18年，结婚10年。高二的时候文理分班的时候，我就分到他们班了，然后那时候是同桌，然后穿着一身这个白色的那个连衣裙，然后正好夏天嘛，那个背影非常漂亮。然后这是应该是你可能当时没有意识到，但可能你过后20年以后，你可能还会记得这一幅图面。很多同学都来，咱俩十几年没见了吧？总之今天晚上你一定得来参加。哦，对了，杨征也通知了，不见不散啊。哎，杨征，文慧我也通知了哦，晚上你一定要来哦。小姐。看我还是算了吧，一是我太远了，再一个我这两天确实特别忙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哥们儿，快点好吗？喂，咱们这婚还离不离？离，你说吧，什么时候去办手续？明天，跟你说多少遍了？在北京吗？我在外地。回不来了是不是？你别耍赖，你什么人呢你？你到底在哪儿？上海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我建议啊，为我们曾经最美好、最热烈的青春干一杯！接着为我们现在最平淡、最无耻的生活干一杯！最后为我们曾经的最纯美的、最轰轰烈烈的校园爱情干一杯！十年前呢，他们是令所有人都羡慕的金童玉女，而现在呢，他们俩只是坐在那里，隔着8丈远的距离。谁啊？杨征、刘慧、徐万朵，允许他们坐在那里深情对望吗？你们俩多久没见了？毕业以后就没见过吧？对，大学毕业以后第一次见。那现在什么情况啊？婚姻状况，一人、俩人。
我咋离了？离了三年了。哦，离了，离了。你呢？哦，我差不多。都离了，这就好办了。好，现在来了，兄弟，我们搞个真心话大冒险。你们俩第一次接吻，时间、地点。好，快说。这还要想？好像是宿舍外面。啊？不是在校门口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好像是骑自行车的时候吧。哇！我喝。好，第二批谁来？我来。你们俩谁先追的谁？先追的他。我是我，真的是我。其实，那时候我很早就想追。那也是我先追的他。好，喝一杯。各位亲爱的同学们，咱们都三十大几的人了，别老提这种幼儿园的问题。机会难得啊，三个问题浪费俩了，最后一个，咱们一定要提一个重量级的问题。你这个，大家同意吗？同意。安静点儿，你们俩第一次的时候，谁更主动？什么问题？你回答，回答，回答，回答。这也想不起来了。来，我干了。什么就干了？还没回答呢。回答。你们俩不会是真没有吧？真没有。不可能。真没有。这个真没有。这个可以有。别进来，好，换人。那就乐言说两句。好。同学们，十几年过去了。曾经有一句口号指引过我们，将爱情经营到底，将来他还是会指引我们。来，将爱情经营到底，大家举杯。哎，同学们，他们两个呢现在都是单身，对吧？在这儿呢我们就不折腾他们了，我呢准备了一张楼上的房产。走了，小心点儿。是。坐吧。这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不是，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。不是，我真的不是那个。别站着。怎么没动静啊？春宵一刻值千金。有没有动静？行不行啊？杨静，快点，快点，抓紧时间呀！喂，把门开开，让我们出去吧。想什么呢你？你们小点声，这是酒店。那快点啊！这帮家伙，看看真不会。轻易放过咱俩！快点，快点，有点动静啊！杨静，快点！大好时光别这么荒废了呀！快点！难得呀！哎呀，快点啊！快点！嘘，有点动静。男人就让门会叫出来，快点叫出来啊！快叫！要不你叫两声吧，啊？叫什么呀？就是那种他们结过婚的人，你就。加油！哇！加油！这也太快了吧！
的。快点！你快点啊！王涛啊！你等会儿我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我受不了了。以前修车不是为了赚学费吗？现在养家呗。你为什么离婚啊？嗯？我说你为什么离婚？感情不和呗。哎，咱们找一个地方坐会儿吧。好啊。以前咱们老去的那个酒吧叫什么来着？神秘树。神秘树。这么多年了，不知道还在不在了。可以去找找啊，应该还在呢吧。好吧，试试看。嗯。大门关了，那怎么办呢？看来只能翻过去了。怎么样，翻过吗？嗯。想不想试试？来吧。好。那就只好爬过去了。行吗？没问题。啊，还是我先来吧。伸手不如当年了。我觉得你这造型不错，你就这么待着吧。你别说，我这380买的西装，质量还真不错。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我等了你一晚上，那天还下雨呢？什么意思啊你？这么多年了，小心眼啊！对了，我就是小心眼，最好再下一场雨才好。叫我啊！
叫杨真。你妈没跟你们提过我？哼，你都不酷也不帅，根本就不是杨真。什么？二姐被我们打走了！对，被我们打走了！你们俩怎么这么晚了还那么有精神呢？赶紧回去睡觉，快！我被你儿子给轰出来了，听说了。哎，他们俩还是双胞胎啊？嗯，厉害吧？嗯，这是你的车？我前夫的。哦，也不错。什么不错？哎，我给你找件衣服穿吧。好啊。怎么了？没事。呵，背信弃义，这是谁啊？都是以前的事儿了。够解气的。总比没有强吧？来，上车。好。不行，你就反着穿吧。车走了。放不下去。
还行吗？没事儿。嗯。哎呀！我一直想问你呢，那时候我说上大学的时候，你不是去美国了吗？后来这些年怎么过的呀？怎么过的？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过的，反正一天一天就这么过来了。结婚、生孩子、吵架、闹离婚，反正就是喝凉水都塞牙，好像做什么都不对。我觉得今天晚上挺开心的。我很久没这么开心过了。鞋穿反了。我觉得今天晚上真的挺高兴的。要是我老婆能跟我经常这么闹一闹，也许这婚就不离了。看来你是真没闹过。我那时候每天闹，都闹皮了，我都快不知道我自己是谁了。杨征，杨征，你怎么了？今天早上我找你去了。听说了。人家就是想见见你嘛。我得去打工，如果不工作的话，我连上大学的钱都没有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去哪儿啊？要不然我跟你一起去。把手伸出来。嗯？把手伸出来嘛。嗯。高兴了。谁介绍来的？我们就是路过的。开整夜还是开终点？
整夜吧。明天走航班。豪华间100，普通间84啊。好。要套吗？要。明天离婚的事情别忘了，早上10点，你赶得回来吗？我回得来。别又跟以前一样。我回得来，你放心好了。我睡不着，就给你打打电话，碰个运气。你放心吧，明天就回，我早班机就回来。以前你天天不着家，我倒睡得挺踏实的。想到你可以一直不回来睡了，我都睡不着了。我说你还在上海吗？上海有海吗？咱俩结婚那么久，你都没带我看过海，也没让我听过海的声音。能让我听听海的声音吗？听海的声音。那什么？那没事你就挂了吧。这是大海的声音吗？你在干嘛呢？结婚这么多年，你从来都没对我浪漫过，就不能像对你初恋情人那样对我吗？你听，这就是大海的声音。你要没事，我就挂了。好。喂。拜拜。第几次了？第几次干这事儿？你什么意思呀？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我们什么都没干、啊，好新鲜呢、啊。那是因为我们及时赶到了。你这什么眼神儿啊？来这儿的都说自己不是，我们还真不是。您能别老把人往那边想？回答问题还挺有经验的嘛。他叫什么？文慧。杨征。他是干什么的？修车的。还没问呢。他家地址？不知道。是一居民楼。废话。他的婚姻状况？已婚。离了。我也离了。你们什么关系啊？你们什么关系、啊、大学同学。是我大学时候的男朋友。初恋情人。初恋的那种。都12年了。坐。你们要扣就扣我一个人吧，他还有两个儿子在家等着他呢。您能不能别为难他呢？他不是本地人，就是来这儿参加一下同学聚会。就这点事儿，不是已经说清楚了吗？白地白地，就搁这儿。啊，那快到了吧？那女的走是疯了。不晓得呀。万宁的，好像不在那个的小区里。你的吧？你把我名字放了没？等等一下啊，白地。啊，还好，就在等。肯定不在那个小区啊。你要回去，好像不在那个小区。谁欺负你了？是他吗？哎，
你干嘛的你？她是我老婆。你怎么来了？因为你，我老婆被警察怀疑卖淫，我们夫妻的名誉受到损失了。赶紧走，赶紧走，你得负责啊！赶紧走，赶紧走！啊，赶紧走！这是误会，误会，误会什么呀？真的是误会！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？我是律师，我要告你的啊啊！听见没有？什么律师？你什么律师啊？律师牌照是买的，你半年都记不着一个活，你他妈什么律师啊？天下太平，没案子我找谁破的？没人找我呀、啊！我告诉你，这官司我给你打定了啊！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得负责，你负法律责任啊！赔偿我们家我老婆和我儿子的损失，听见没有？啊，五千有吗？四千，千八百也行。我就带钱，对不起。我，你别在这丢人了啊！你丢人都丢到派出所了，你还一说我。我丢人，你他妈才丢人呢！你他妈到这儿来丢人来了！不会，滚蛋！不会，滚蛋！再打一个！你知道我打的就是你！你知道我对你多好吗？好个屁！你五千给我买的麦克，我现在还穿着呢，这浑身上下都打补丁，跟个乞丐似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！你满脑子想的都啥呀、啊、你？你不是问我这几年都怎么过的吗？看见了吗？咋了？就是这么过，就是这么过的，就是这么过的，就是这么过的。赶紧打一个！我操！你个刀！你们在干什么呢？不要再打了！你怎么回事？你们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老婆，老婆是我老婆，老婆这样打架吗？前妻，什么他妈老婆？你不要再吵了，听不见？先生您好，先生，请您出示一下登机牌。先生，麻烦您跟我们下去一下。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，是你老婆报假案，举报你从精神病院跑出来。你们俩以后不能再这么胡闹了啊！两口子的事儿不能影响公共秩序，制造不和谐因素，知道吧？我这航班还赶得上吗？先下一班吧。杨征，杨征，够了，别闹了。文慧，有些事情过去就是过去，我们再追也是追不回来的，现实就是这么残酷。我们都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们了，还能怎么样？还想怎么样？再这么折腾下去，过去那些美好都会被我们自己给毁掉的。我们以后还是别再见面了，好吗？
你的衣服。杨峥，你别生气，我知道，我知道拦飞机这种事儿挺愚蠢的，可是经过昨天晚上的事儿之后，我觉得也再坏不到哪儿去。其实我来主要是不想让你带着那样的印象就离开全世界，每年我们俩都能一起去一个地方，也留下我们爱情的足迹，就像泰坦尼克号的那艘船一样，我们在船上相识。我的理解，爱就是一种付出，就是一种包容。是勤工俭学嘛，每周末去卖一些那个促销品，三里河，对。然后呢，他呢打车去找我，然后没有钱，然后就把爸爸的那个香烟拿去卖了。这个日子不错，结婚吧。然后说好，那就结了。微博上有人说，就是说两个人相爱是要一起吃个胖子，但是咱俩还是减减肥吧。但是觉得他特别冷淡，因为他根本就不搭理我。其实挺喜欢的，不好意思说。其实结婚也仅仅是个开始，我觉得将爱情进到底就是一直到老。然后等他回来，我一开门，他就抱了一大束的花儿，然后他就说：“说宝贝儿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”他说那试试吧，然后这一试就试了11年。我希望再有下一个11年，还有再下个11年，把这种11年累加起来也算是一种进行到底。喂，到了吗？这混蛋，你谁啊？喂，都给我滚得远远的。Happy birthday to you。你是文慧。Happy birthday to you。祝你生日快乐。
是我男朋友，今天刚从北京过来。嗨，走吧，上车吧。文慧姐，她有说她什么时候回来吗？哦，这个项目对潘总和我们粤海物流来说都很关键。她说她一完事儿就会给你打电话的。可是她到现在都没有给我打电话呢。哎，你说男人是不是都这样啊？上个厕所的时间总有吧？你打个电话的时间总有吧？你要不然你发个短信也行吧。他要回来，我不好好收拾他。潘潇是我老板。哦。是我男朋友。哦。你的房间在那边。你的房间在楼上。好，那你好好休息，倒倒时差，需要什么随时给我打电话。有一个请求，我想学潜水，你能帮我找个地方吗？当然。真好，文慧姐。那我上去休息了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你知道她男朋友是谁吗？潘潇。你知道潘潇是谁吗？是你老板。是我老公。叔叔，一天到晚就知道玩游戏，一点都不听话。在车站里出来看见你，我还吓了一大跳，我还纳闷你怎么会来接我呢。巧了，你来这儿是工作吗？你在电话里都那样了，老朋友不放心了呗，来看看你。我在电话里，我给你打电话了。还好我的记录还没删。真是我，真没想到这么多年你的号码都没变。我也没想到这么多年你还能记得住这个电话号码。我那是喝多了，清醒的时候还真不一定记得住。我都说什么了？你说了很多的醉话，你还唱歌呢。唱歌，我唱什么歌了 ？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你都喝成那样了，怎么还能想起来唱这首歌？要帮我，我不想让他觉得我日子过得特别不好。幼稚吗？
叫 Baby Sloan 大教堂，是波尔多市中心唯一的一个教堂，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。真的？想潘香了，文慧姐，她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她，潘总公司的那个事儿挺重要的。她这么聪明，肯定没问题的。你怎么对她那么有信心啊？不过我倒希望她出点事儿呢，这样我就可以跟她手拉手出去流浪了。文慧姐，你说这是不是就是爱情啊？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？我跟他呀，是在一个吃饭的地方认识的。那天我正好一个人，我拿着菜单翻来覆去，我也不知道要吃什么。后来啊，潘香就走过来，扑通一下就坐在我对面。把服务员叫过来之后呢，点了这个，点了那个，菜单都没看就点了好多东西呢。等我们吃完之后，他拉着我就往外跑，我就在后面跟他大叫。我说你怎么能不买单呢？后来他就把我拉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你傻呀，他说哪有人投单还要叫那么大声啊。多久了？3年。你说他到底是笨呢，还是他诚心想让我知道呢？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情？2天以前，就是打给我那天。其实是我把楚楚给约过来的，我用潘潇的名义给他发了一个快件，里面有一封信和一张机票。那潘潇人呢？不知道。他知道我发现了之后，他就躲起来了，大概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吧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我就是想看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长什么样啊，什么性格呀，有什么了不起的呀。你看，有至于吗？怎么不至于啊，我都这样。那他现在人到了，你打算怎么面对他呢？你说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没想到一说他就来了。Thank you.
怎么样？逃单好不好玩？幼稚。那这么多年不见，又在波尔多看见你，好不好玩？那你带我走吧。那大象怎么办？你看，这一大片都是葡萄园。给。你链子挺好看的。是吗？你送的。嗯。爱豆的吧，这么大方。是我老公送的。你老公？嗯。不是我。喜欢吗？喜欢就送给你吧。这不是我风格。跟你挺搭的。刚好有一瓶酒要预约。Bonjour。要进来听听。好。C'est la récolte 2009 élevée en barrique。啊，他说这是2009年的酒，让你们品尝一下。然后这个酒是一直存在这个木桶里的。来，现在有一种喝酒的方法，就是把一箱酒先沉到海底。到时候想喝了再把它捞出来。我和我老公结婚的时候，他就沉了一箱酒在海底，说不定早就被海水冲走了呢。那时候他说呢，等我们在一起快10年的时候，他就和我一起把那个酒给捞出来。时间过得真快，这一转眼就快10年了。10年这么长的时间，说不定早忘了呢。潘少，你怎么那么讨厌啊？现在才给我打电话。我挺好的，你什么时候过来找我呀？嗯，我们在酒庄喝酒呢，你过来找我们吧。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波尔多那个酒庄啊。哎呀，他到底哪儿好啊？你秘书带我来的。就是因为年轻吗？你怎么不接电话？是不是你们潘总给你打的？不是潘总，是我老公。你知道潘总他有老婆吗？知道啊，怎么了？他跟他老婆之间已经没有感情了。你怎么那么肯定啊？他老婆给不了他想要的。那你觉得他想要什么？开心啊。开心？怎么开心啊？开心就是能玩到一块儿去。比方说潘潇喜欢潜水，他老婆又怕水，根本就没有办法跟他一起分享海底的快乐。我可以，我这次过来就是来学潜水的。好吧，那我祝你们10年之后还能这么开心。10年？我没想那么远。文慧，
开工。OK。大庆，你不想学潜水吗 ？No。你看你妈，都准备下海了。她才没那胆子。I feel I could die. Maintenant, il n'y a aucun problème. Il n'y a jamais de soucis en plongée, on fait tout ce qu'il faut pour pas qu'il y ait de soucis. Ok? I still feel like... Non, je ne peux pas mourir. Le seul problème qu'il peut y avoir, effectivement, c'est si ce flexible il tombe en panne tout le temps avant de partir plonger. Celui-là? Oui, celui-là. S'il y a un problème sur ce tuyau-là, effectivement, ça peut être un danger. Pour autant, lorsqu'on va plonger, systématiquement, on vérifie le matériel avant. Donc, il n'y a aucun problème.Are you sure, Celia?南征，你今天帮我带一天大象吧，你就别去了。让大象一起去吧。不，我不去。大象不喜欢潜水哈。一起去嘛，海边多好玩啊！去游泳。不，不好玩。快点吧，时间差不多了。拜拜！我要去苗族，我要去苗族。先别跳，先别跳。你把我当成什么人？下车。
这是你跟潘潇当年存在海底的酒，我给你们捞回来了。我要走了，酒跟人我都不要了，我没兴趣了。其实我早知道你是谁了，我也知道是你把我骗来的。你这项链啊，是我跟潘潇在一块的时候我给你买的，看来你还挺喜欢呀。你怎么还不走啊？嗯？你还没看出来呢？这样的事儿跟你跟我都没关系，你待在这干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你没戏啊。正好我不知道该往下。喂喂，开门啊！这是我的老同学杨征，我以前跟你提起过。我们喝一杯啊！来来，喝一杯。亲亲。亲亲。啊，好酒。你还记得我们最重要的日子里面是怎么变这个出来的吗？什么是很重要的日子？忘了。啊！好，我再表演一次啊！好，你猜在哪？这个。嗯。哎呀！好，你猜。这个。哎呀，来，好。嗯。哇，厉害厉害，那一定是这个了，是吧？嗯。哎。都没有。戒指呢？渣渣。走走，嗯嗯。爱都。你了就爱。还有一个橡皮筋，我放这儿啊，嗯，不能出来哈，是不是？啊！我上去换个衣服哈，下来有更精彩的表演。广告时间之后再见面，好。拜拜。
明天一早就走。酒都喝光了，再去拿一点酒。来唱给你听，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一辈子唱歌都特别难听，就只会唱一首歌，就是我跟他求婚的那首歌。文慧，你记得吗？哎，一起出来唱嘛！祝你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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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英文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。大象，嗯，这是谁的手机啊？杨叔叔留下来的。妈，你听好奇怪。大象，嗯，出去玩一会儿好吗？啊。现在是1999年，我在大连老虎滩。文慧，你听。现在是2000年千禧之年，我在厦门鼓浪屿，你听。少年功夫好。2001年，三亚，亚龙湾。文辉，你听。
2002年，我还是不知道你在哪儿。我在泰国普吉岛。文慧，你听。2003年，马尔代夫。文慧，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哪儿，我也不知道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到你。但是我曾经答应你要带你去看海，以后我每年都会去的。我会把大海的声音录下来，等你。才能永久。
然后最早算是在网上聊天认识的。我们上学是在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班里边，我们俩都是第一次谈恋爱，很自然而然的就在一起了，就自然而然就在一块儿了，然后慢慢的就好上了，这都是挺顺其自然的，顺理成章的。他先追的我，怎么可能呢？镜头不撒谎。他亲手织了一条围巾给我，那个围巾我到现在还戴着。他说那试试吧，然后这一试就试了11年。如果不是那一天那一次的缘分，我觉得我们俩可能这一生都没有交集。不会有人比我更爱他。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。我们当年没想耍流氓，就是想结婚。其实结婚也仅仅是个开始。结婚10年。啊，去年李峥阴阳带的那个对弈，吵架是经常的吵架。对，我们今天来之前还吵了，真的。刚才就吵。他永远不会让这个架隔夜的，不会放这件事情过夜，绝对不过夜。但我们俩属于那种吵的时候特吵，然后那个好的时候特好。平淡一点会更真实。平平淡淡的，很平淡，但是很甜蜜，在平淡中那个见证幸福。越平淡越幸福。大家都付出了很多，就是往共同的一个方向，要共同努力，还是好好的过日子吧，互相温暖，互相照顾，享受我们俩在一起的每天。重要的是坚持和理解，互相体谅。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终成眷属。将爱情和幸福进行到底，将爱情进行到底，进行到底，可以永远进行到底。我们都会将爱情进行到底，将爱情进行到底，将爱情进行到底，就将爱情进行到底，将爱情进行到底，进行到底，将爱情进行到底，带着宝宝将爱情进行到底，将爱情进行到底。Come on, 米达。希望看这个电影的人都幸福，感受这样一份美好的爱情。治国者将爱也。